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数移这一题哈，这一题是一个四次方程，对，四次方程看起来很复杂，不过他问了其实都不会问太复杂，他只要问怎样问哪两个整数之间有十根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堪根定理，好，堪根定理我们就是要代值然后去锚点，那我建议就是怎样呢？就是把奇偶项分开，好，就是 S4 减 3x 平加1。跟负是 x 三加 x 一加 x，好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左右一起代比较快一点点。好，例如说我们代那个代零的时候，哈，这里是一，这里是零，所以加起来是一。那代一的时候呢，对，代一的时候这里是二减三是负一，好，那这边是负三，好，所以加起来是那个负是，好，所以其实我们这里就找到了，好，正负交错这里就有一个根。好，那你也可以继续，不再把它在负一的时候刚好是以，这是负的，但这是正的，这是变成是二。好，所以这边有一个根哈，一负一跟零之间有一个根，这个更正是零跟一之间有一个根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再带一下那个哈，再带一下这个二哈，那这边的话就变成是，好，这里数字有点大了哈，16减掉12加一就变成五，那这里是。负的32加2就负30，好，负30，所以这是负25，好，那这边带负2的时候就是5正30，那这边是35，好，就这里看起来好像没有，好，那但是呢，我提醒大家，其实它，后面呢，好，后面一定会在，后面一定会还有一个，因为怎样呢？因为这是，四次的，四次就是怎样？你带很大跟负很大都会是正的哈，所以这后面还有一个。不过因为它这里是单选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判断这里面有好啊，其他的里面有没有我们其实不知道。好啊，其实这题的实际图形大概就长成这个样子哈，就说这里零跟一，刚刚这里有一个哈，但这边好像下去，不过还是没碰到哈。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，它其实最后面哈比一大里面呢，好一定会有一个，因为它最后一定要翘上来。好，这边这是一个额外的补充哈，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题目就会考说它有一个根比一大哈，那这时候就可以选，因为首项这二四次项首项为正的时候，最后一定会翘起来哈，这边也会翘起来。